圆圆宝萌了两大口大口啃着竹子，模样超萌。但原定团团10月18号要复工与粉丝团聚，但17号晚间复工计划临时喊卡，让一早要来看团团的粉丝扑了个空。幸好假没有上班要过来，早上才发现知道说哦，团团今天身体还有些状况，有点失望，是少了一只，没办法团，祝他早日康复。团团 第出现癫痫症状，医疗团队评估让团团服用抗癫痫药物治疗。原本团团身体逐渐康复，但16号下午训练时，发现团团后脚动作迟钝，坐下定位时不易伸出。17号早上更是步伐缓慢，后肢明显无力，四肢坐下跟站立转换时相当费力，血压也偏高。腿软的现象就是从昨天才有看到这个现象，走路的步态就是比较慢，可能走一走就是累了会。 想要休息去侧躺着这个样子，日记有什么时候会让他回到前场？后续我们再观察团团的状况，再做最后的一个决定。于方表示，考量团团行动状况与食欲指标，为求谨慎，需加强近距离观察，决定让团团暂时留置候场。团团何时能够复工，将持续关注他的身体状况后才能决定。记者钟天杰、陈嘉伦台北采访报道。 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，非常安全，也不会伤身。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，没有疑虑的，可以上快点购。还有这边呢有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 567 CTI 我辣气，可以享有折扣优惠，请大家好好把握喽。